奇，怎么可能？绝，他说没玩够，再来一次。柔，刚，神功绝活，乡村有奇观，高手在民间，陪你开心过大年。鞭炮响，羊年到，烦恼的事儿往边儿靠，贴春联儿，鸿运照，天增岁月人变少，挂灯笼，发红包，家旺财旺百业旺，送吉祥闹春宵，幸福团圆乐逍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全国的父老乡亲们，在这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的欢庆时刻，我们 CCTV 七农业节目给大家拜年了。今天啊是大年三十，想必此时大家正和家人一起吃着年夜饭。正当大家热热闹闹的全家人一块儿饮着美酒、吃着美食、拉着家常的时候，我们 CCTV 七农业节目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年夜饭——乡村牛人大拜年。身上没有带任何的安全装置，啊，呜，啊，呜，哇，若非亲眼所见，实难相信。这样的高度比刚才要高很多了，至少要高上两三米以上。现在蜘蛛侠离地面的距离应该在五六米左右，其实这是有相当大的危险，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安保措施。它在这样的一种荡秋千、这种横着荡秋千的方式，连我都从来没有见过。松手了，蜘蛛侠松手了，完全靠他的身体。啊！我看着腿都软了。啊！蜘蛛侠吐丝了啊！哦！蜘蛛侠需要你们为他们喝彩，欢呼声在哪里？蜘蛛侠在空中奔走，啊！了不起的蜘蛛侠，
候马上就要到了，请大家屏住呼吸，不要眨眼睛。1800瓦呀！到底要做什么？一张纸，在强大的电流面前，他还敢拿纸？如果是真，只有真电流才会让纸燃烧。如果能把这个直接点亮的话，那才是真正的电流。千万，牛人，这是真正的牛人。
美在心里，绝活一个，喜气洋洋。乡村牛人大拜年，精彩继续。相当高。哎呦，太空漫步！哇，不用害怕，有我接着你。后边观众说：“冲我们笑一下，我们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你的肚脐眼。”朝天凳吗？对对对，朝天凳。你有本事朝天凳，看着吧。你朝天凳有一个好处，下雨可以洗脚。不要说站在这上面，你在地上朝天凳都很累啊。哎，什么叫牛人？看出来了吧？哦，踩到灯泡上了。哇，还要踩到灯泡上 ？Yes。哦，我的天哪！看见了没？我看见了。再来个更牛的。再来个更牛的要干嘛？你要干嘛呀？啊啊！这个有点悬了，哎，李老师你躲远一点，它容易这个滑过来。对，我说说一层、两层、
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七层、八层了。现在大家看啊，关键是下面是气球，然后玻璃上面又是酒杯，酒杯里有酒，酒上面有灯泡，灯泡上面又是玻璃上面又一个矿板。好，我们来看看，要干嘛呀？鸡蛋。哦，踩在脚下耶。还要把鸡蛋再踩在脚下啊。现在最难的是他要上面滚的，然后踩着鸡蛋后脚跟再抬起来。哎呦，这是很难的啊。哎呦，好，什么叫牛人，朋友们？哎呦，哇，上面还有四个鸡蛋，我已经哑口无言了。哎呦，鸡蛋还踩不破，来点再牛的。还有，让他们俩开开见识，让他们再敢跟我挑战。这个是什么？烟杆子。我知道这个盘子是干嘛用的了，掸烟灰用的。我心惊胆战。哦，掌声不热烈你就不转啊。不但要转，人家还要拿嘴叼呢。哎呦，来，让我一起喊声加油，加油，加油！一心多用，哎呦，然后还要转手绢呢。哎呀，好，大家看到这个鸡蛋已经完全熟了。上天入地，平地惊雷，突破极限，非凡挑战，乡村牛人大拜年，精彩继续。别松手，别松手，别松手，慢点，不着急啊，不着急，慢一点，慢一点。我是现在我肯定不要说话，说话都不行，你气息移动会影响他的平衡，走一步就算了啊。屏住呼吸，朋友们，我们呐喊声，有点偏沉。其实掉下来没事，才一米高，摔不坏的。我们已经成功了。好，他回到原位，就证明我们挑战成功。准备好你们的掌声。好，掌声送给泰明。我们现在那个现场有几个搪瓷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穿过这个搪瓷盆，用这个？有，我自己的记录会打穿三个。今天要是能挑战打破四个，我们现场的这个大众评审团肯定给你就加分，怎么样？好。一二三四，意思直接穿四个啊！我挑战一下，挑战一下，好好，来，大家站住好了。好，那边的朋友都离远点啊，方圆百里之内都有可能受伤。呵。把地劲儿打下来了，呵，平稳一下，平稳一下，平稳一下，来文玻璃，平稳平稳一下，静一下啊，静一下，想一想您那三个怎么打破的，怎么使的劲儿，好吧？好，想好了吗？好 ，OK， 继续。还有一个，我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打穿。花的，我好。好，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炼金术盛行的年代。炼金术讲究的是五行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所以说呢，在这个水里，哎，一定会有金子。不够多是不是？没关系，
子爱财，取之有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二三，三生万物。其实呢，我们人体也是由水分构成的，你看这儿有水，哎，这有金币，这儿也有，有水的地方就有钱，水少钱就少，那水多呢，钱就多。你们知道吗，在空气里也有很多很多的水分，只不过是以水蒸气的形式出现，你看随便抓一点放到手里就会变成金灿灿的金沙，金沙多了会变成金元宝。对于炼金大师来说，炼出金子并不那么重要，但是对我们平凡人来说，金子还真挺重要，是不是想大一点，是不是刚才变得太小了，是不是，好，大的来了。炼金术的终极诱惑在于炼制生命，可惜千百年来从未有人做到过。今天在这里，我将展示真正的魔术。神功放异彩，艺高人胆大。乡村有绝活，高手在民间。乡村牛人大拜年，精彩继续。天哪！这个没。哦呦！重点后悔还来得及啊！哇！小的要有平衡力。这是尖锐的啊！扎在你的脚心，疼在我的心里呀、啊！别忘了，别忘了鼓掌！来，有没有呐喊声？尖叫声！哎呦！哎呀，单脚，单腿飞燕啊！这边的姑娘也开始上刀山了。哦。天哪，太不可思议了。哎呦，哎呀，哈，金鸡独立，牛不牛，棒不棒，哎呦，还要退回来吗？对，哎呦，先不要说他的这个啊，韧性啊，它还要有平衡力。哎呦，天哪，那是枪尖的，那可是刀刃呐！单腿飞，哎呦！哎呀，他们俩怎么错过去呢？对，我们看看怎么过去。哇！如果你不是亲眼所见，你这难以置信啊，太神奇了。哎呦，
怎么可能呢？哎呀，朋友们，啊，完全直立，大家看啊，我在下面趁机看看他的脚，跟正常的脚没什么两样。他们俩要再相会一次。哎呦，哎呀，若非亲眼所见，实难相信。谢谢，太了不起了。好，把脚给大家看一看，让我们看看与平常的脚有什么两样。哎，不要动手。穿裤子一样，一个脚一边。啊，穿裤子一样，一个脚一边。哇，哎呦，好人性化呀。抱好脑袋。有没有点坐便的感觉？我害怕。你害怕？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已经坐上去了。怕也是你，不怕也是你。不要跑。上飞车容易，下飞车难。哎，你怕都没用，坐下来了。我师傅上了前轮了。我师傅不放过你，你是跑不走的。大家给点掌声。好，你怎么了？这是？我再也不玩了。再也不玩了？师傅，他说没玩够，再来一次。来，再来一次，师傅。吴彦斌，好不好玩？师傅，师娘要不听话，你是不是就这样对待她？不是，师娘是这样抡她的。看看大家，师傅毫厘没有这圈子，你看人家毫厘不差。行了，可以了，咱。就看你表现得如何了，五块青石板。双截棍，干干干！生鸭蛋的受力部分可只是一层薄薄的蛋壳，要站在这上边行走，这可能吗？这就是古代传说的登平渡水当中的第一关，脚踩鸭蛋。哇，看一会儿问问我找的这个牛人体重有多少。体重不到80。看没把握敢请他吗？他要踩坏了，我立马把剩的就喝掉。好嘞，好，有把握。你他俩踩坏那个别蹭一袜子啊。怎么样，大家看好了啊，踩鸭蛋不碎，三轮拉动开始，大家屏住呼吸。反正啊，他要是拉不动我们呢，今天晚上那鸭蛋全是他来包。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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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告诉他我250多斤。其实我还是捏了一把汗的，因为他没告诉我车上可以坐人。加油！呀，真动了哎！哎呀，好，你看我选的人老牛了。老妹儿，我刹着车呢。
你看，哇，刚柔齐绝，美轮美奂，绝技绝活陪您开心过大年，乡村牛人大拜年，精彩继续。
这工具这都是吴大哥自己发明制造的。我们工地上用的这个感应机，来吧，看你怎么转啊。哦，这个简单。不错不错，没有了，其实还有，还有啊，还有啊，一边出来这个酒瓶，我跟你说，这个表演你真的也很难见到过。我给你先玩个简单的给你，啤酒瓶，我们看看怎么玩啤酒瓶。看到没有，顶个球，球上面才顶瓶子呢。这是民间有高人，高人在太和。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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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错。好了，好，好，可以了。你不要干扰他嘛，你不要往前上干扰他。好了，好，好，可以了。我哪有干扰他，打动了。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Okay, you guys, we can wrap this up.在参加这个世界吉尼斯纪录当中挑战这个晃管，可是挑战了五秒钟。不要小看这五秒钟，真是惊心动魄的五秒钟啊！而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他呢将挑战十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不想看？来，等他站上去，我们一起来为他计时，好不好？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哇！奇，怎么可能？绝，他说没玩够，再来一次。柔，康，神功绝活。乡村有奇观，高手在民间，陪你开心过大年。来，把你的快乐掌声掀起来吧！Natürlich hat dein deutscher Wetten das erfunden. Vielen Dank für die schönen Stunden. Wir sind die freundlichsten Kunden auf dieser Welt.Wir sind bescheiden, wir haben Geld. Die allerbesten in jedem Sport. Die Steuern hier sind Weltrekord.
Bereisen Sie Deutschland und bleiben Sie hier. Auf diese Art von Besuchern warten wir. Es kann jeder hier wohnen, dem es gefällt. Wir sind das freundlichste Volk auf dieser Welt. Deut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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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utsch. Nur eine Kleinigkeit ist hier verkehrt. Und zwar, dass Schumacher keinen Mercedes fährt. Mercedes fährt. Das alles ist Deutschland, das alles sind wir. Es gibt es nirgendwo anders, nur hier, nur hier. Das alles ist Deutschland, das sind alles wir. Wir leben und wir sterben hier. Deutscher Wetten, das erfunden. Vielen Dank für die schönen Stunden. Wir sind die freundlichsten Kunden auf dieser Welt. Wir sind bescheiden, wir haben Geld. Die allerbesten in jedem Sport. Die Steuern hier sind Weltrekord. Bereisen Sie Deutschland und bleiben Sie hier. Auf diese Art von Besuchern warten wir. Es kann jeder hier wohnen, dem es gefällt. Wir sind das freundlichste Volk auf dieser Welt. Deutsch, Deutsch.我们站这个距离没问题吧？哎呦我的天！我的天，这是风火轮啊！何军不是说还要有顶缸吗？缸在哪儿呢？缸在哪儿啊？请上演，缸在你后头。哇！妹妹，你的体重是多少？我的体重是115斤。这个缸的体重是多少？158斤。掌声送给妹妹。最关键的，我们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158斤的缸中，我们还要坐上两个人。我们的星爷第一个进入缸中。星爷，这个活儿你要不想干的话给我吧。不，我想干。接下来一女在这儿，一女杨钰莹将也进入缸中。看到点子150，看到点子150。妹妹感觉如何？这要是在平地上就好了。挺好的，挺好的。哇，怎么着？
缸下面还上人呢，还要上人，还要上人，还要上人，我的天，哇哇哇！好，来来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还要上人吗？我的天，还要上啊！妈呀！倒数五秒钟，来，一起，五、四、三、二、一。他不会是用手掌洗易拉罐拉动这货车吧？好，现在呢，他已经用这个手掌吸住易拉罐的底部。
天哪，这都拉得动！小五，你的这位牛人也太厉害了吧！大家看，非常厉害！小牛，这是你的二徒弟吗？是啊，他的车速已经达到20迈了。我二徒弟不光人来了，不行，还拉了一车的蔬菜。停！那边有一个大卡车，你要能把那大卡车拉动，那才算牛人呢。小伙子们，纯爷们们，凡是体重觉得自己还行的上。上，溜高。我觉得他有点，有可能会失败。哇！哎呦！再动！好，现场这些观众朋友们，现在冯可呢用他的肚皮呢，驾驶着一辆这个小货车，小货车上面站了20个人，已经不止20个人。现在这个车的重量呢，已经远远超过了他肚皮的这个承重量，但是他依然在坚持，他依然在举着双手，等着观众朋友们给他如雷般的掌声。用木棍儿啊，这边顶着，那边拉着，然后往前一走就一起了。哦，这很有意思啊，特有想法。好，朋友们。前面顶，后边拉，全是在一根这个重量上，可以了，否则会撞车的。那个车。乡村牛人大拜年，精彩继续。哎呦，检验一下这个刀是不是很锋利。是真刀啊，鲁阳，你要不信的话，你拿你胳膊试一下。嗯，哎呦，二指禅解释一下，就是两个手指在这刀上，啊，这条线，好，这条线对吧？你可以了吗？可以了，大家屏住呼吸，这是有非常的危险性的，千万不要模仿，这都是开了刃的菜刀啊。只要他立起来，就属于成功。哇！3、2、1！哦呦，还能做俯卧撑啊！这个臂力还得了？可以鼓掌了，太厉害了，手一点伤都没有。有没有比刚刚这个菜刀上倒立还精彩的，就更好了？铁砂掌。嗯，告诉大家劈什么？铁砂掌就是碎灯泡嘛，就是把灯泡打破，然后把那个灯泡外面的玻璃给戳碎，是吧？哎呦，我都听到了砰的一声。哇，粉碎啊。啊，你还要干嘛？在手心里面搓碎了。什么？还要把玻璃捏成粉末吗？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的手掌是钢筋铁骨吗？这是肉手哎，要把玻璃。哎呦，我真的很害怕。心里有没有问题？没有。安静，安静。还要继续啊？对。哇！哇！
哇，大家往下看，他几碎的玻璃碎屑现在在纷纷掉落。哎呦，哎呦，大家看一看，哇，哎呦，这个我也会。这叫踏雪无痕。哦，还要起舞啊。哎呦，飞翔嘛，飞起来了。哦，飞起来了。我叫情，它是飞仙，它是飞仙，真更灿烂。给你来一个。哎呦，单腿站立，朝天又一蹬。胜在哪里？大家都看呆了。我的天，这是一张纸啊，朋友们，他在纸上在坐着啊。江湖人称脚掌纸上飘。他能在纸上飞。毕老师也会一个绝活，叫纸上谈兵。这不是纸吧？这个绝对不是纸，这不可能是纸。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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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不相信这是纸？绝对不是。现场有没有有小刀的？切一刀啊。切吧。可以划一刀，意思你还要再走是吗？不能让它不破是吗？对、所以它不让我撕呢。哦，好，我真的划了。哎呀，真的是，我就不信你掉不下来。什么叫坏人？不是我拿的是这张，你是从那张掉下来的。顶这个脚，顶这个脚啊！不会吧，吴大哥居然要顶车脚，这个平衡度也太难掌握了吧，他到底能够完成吗？这很容易就穿破的。我说实话，我们见过顶车的，对，你们见过的都是顶这里。对啊，对吧？对，顶多顶这里。对，有没有？顶那个侧边不好顶，因为他那个重心不好掌握。对，没有见过顶侧面的，来吧。好，我跟你讲，大哥
吴大哥是只要你给他个支点，他能顶起个地球。哎呦，大哥，你这从袜子里掏出来的。哎呀，啊，我是一个副垫，这个垫哪儿啊？垫下巴颏儿。垫下巴。哦，从袜子里掏出来，很新颖。啊，还咬着。这个难，这个难，这个真的很难。哎呦！哎呀！哎呀！来，掌声热烈一点！朝天凳吗？对对对，朝天凳。你有本事朝天凳，你看着吧。你朝天凳有一个好处，下雨可以洗脚。不要说站在这上面，你在地上朝天凳都很累啊。哎，什么叫牛人？看出来了吧？哦，踩到灯泡上了。哇，还要踩到灯泡上 ？Yes。哦，我的天哪！看见了没？我看见了。再来个更牛的。再来个更牛的，要干嘛？你要干嘛呀？啊！啊！服不服？服服服！你要不服的话，让他轻轻的拍你一下来。服服服！接下来小姑娘还要继续增加难度，到底会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表演呢？哎呦，这个有点悬了哎！李老师，你躲远一点，他容易这个滑过来。对，我数数：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七层、八层了，现在。大家看啊，关键是下面是气球，然后玻璃上面又是酒杯，酒杯里有酒，酒上面有灯泡、哎、啊，灯泡上面又是玻璃，玻璃上面又一个矿板。好，我们来看看，嗯，要干嘛呀？鸡蛋。哦，踩在脚下耶。还要把鸡蛋再踩在脚下啊。现在最难的是他要小脚滚着，然后踩着鸡蛋，后脚跟再抬起来。哎呦，哎，这是很难的啊！哎呦，好，什么叫牛人？啊，
朋友们。哎呦，哇，这上面还有四颗鸡蛋，我已经哑口无言了。哎呦，鸡蛋还踩不破，来点再牛的，还有，让他们俩开开见识，让他们再敢跟我挑战。这个是什么？烟杆子。我知道这个盘子是干嘛用的了，掸烟灰用的。我心惊胆战。哦，掌声不热烈你就不转啊。不但要转，人家还要拿笔雕呢。哎呦，来，让我一起喊一声加油，加油，加油！一心多用。哎呦，然后还要转手绢呢。哎呀，好，大家看到这个鸡蛋已经完全熟了。